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场地，绝对大家，大会空一啊、喔。好了，这个场地呢，大家一定有曾经在一两年前，两年应该两年了吧，一年多，将近明年就已经两年了，将近两年前应该有看过这个场景。这个场景呢，就是我之前在逢甲租的台的位置，我之前是租这一台，这是之前的位置，然后小展子它的位置在这里。在这里，然后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住在这里了，那我们就久违了来这一场，那我们就稍微小玩一下，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打公仔，可以打一下比较好出的东西，就杂物，享受一下出货感就好。那我们打一下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能出就好。我也不知道，能出就好。出，一台加一个。哎，这方便呢，十块钱买这个划算呢。手机座啊，或者是你要 auto buy 可以夹在上面的，哎，不错啊，这好哎。哎，还有小蛮腰，在里面了啦。不要，我们去再去玩其他的，看一下。感觉是有爪力的。是吗？这里怎么办？哎呦，不要下去啊！我试着推捏啊。要出来了！哎，夹下面它就要出了。不可能。真的？它的重量在后，它盒子只是一个假象。这样子，这样应该出了。哎。还是不要理它。钱包，外丢。喂。哎，怎么的？太尴尬了吧，二手啊，又来了，应该是可以出一个卡爪。哎呦，卡爪。哎呦，自杀。哦，哥，它很轻哎。是啊，它非常轻。这个是什么？他是说类似夜灯，然后他又可以充一些雾气的精油，类似吧，类似雾气的东西啊。哦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打一个小喇叭。对，我们来打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。你看这个多复古啊，它下面是那个黑色胶片的那一种。哥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那也不会鬼啊。好像可以吸耶！哎呀，哎，逆一下呢？来，全包。哎，躺错了。来，全包。看你呀。哎哎，他放了耶。哭了吧。嘿嘿。终于有出了一个。哦，这多高追啊！你看，喇叭，你看超高追的喇叭。来，我们来打这个。让你现在就看到这一台。打起来。可是它是，哇！会拿得到吗？拿得到没用啊？谁说没用？哎。看到他在哪？换位置，找一下吧。哇，超饱的。有三爪了。对。哎。哎，如果我再把这个呢？给你推吗？这样。好。几小时吧，好不好？无敌人是可以打出来，打不到。哇，下去了。哎，哦，他怎么没自杀？吓我一跳。哎，自杀？你这里很挤耶，可以挤出一盒吧。
我是觉得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挤出一盒啊。怎么结呢？是这个。哎呦，我靠，整个是平台。哇塞了哇。欸，超饱的，我敢说这些超饱的。打二楼。看你啊，我在二楼可以打吗？你看，完全是一个大平台。是二楼。大平台。啊，没办法吸啊，在二楼可以吸吗？不行。上来。那是什么公仔？这个吗？这个我不，这个我这一只我真不知道，这一只不知道什么仔。什么仔？什么仔？打到胡言乱语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二楼可以吸吗？我试着，我先试这个吸这个。哎，可以。还是要去打二楼？可是我比较想要其他的嘞。没办法啊，他都来了。这是彩服。我到不了那个点嘞。很难哎。可是我刚刚甩那个蝴蝶了，感觉可以到。可是这盒是比较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比较高。那我知道了，这个点甩得到，因为这个点比较低。哦。你看，这边是下去的，这边比较低。哎，哼，我觉得它二楼这一个点的二楼不行，如果它这个点的高度是跟这边一样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好。打掉。哇，下线长度。没有重点是它这个前面正门的这个高度太高了，应该不是说它太高，是它的甩幅啦，掉下去了。全部的希望都只有这一盒了。对啊，只想要这一盒不是吗？哇塞，这个点，好机车的位置哦。是一个斜坡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这边就是斜下去的啊。哇，怎么办？一直吸它的，拨它的头啊。哦，它有过吗？是过的，只是它现在正门那个高度把它挡掉了。哦，没走。我真的是无解。这个高度是真的尴尬。你说要前推去点它那个点，你看哦。它甩打也不行。甩打不行。甩幅啦，因为被甩幅克制掉了。它一直把它顶回去而已。对啊，因为我没办法做一个很顺的过去的甩幅，它就只能顶而已。1000了。因为它这样子的爪距，除非你的甩幅腰够，有办法到它甩过去到那个点，不然没办法吸。多久？你看，我已经二手，我已经没有二手了，让它吃到底，但是它吸的力道还是有限的。就这样子，它这个是它最大的力道了。出来了，保里面的、喔，这样子。如果我把这个打到快速的话，是可以试着保里面的。哎呦，啊，怎么卡下去了？这个我闷呐。哎，过了。那这怎么办？差180。想一下。我是很怕保夹之后，我这一盒万一打错，打不出来怎么办？这是我最怕的担心的点。但是如果我好了，不然我们现在直接拼了啦。我们如果打过去，它快出，就包里面；如果我们现在吸下去直接出的话，就算了。这是最保险的啦，因为这一盒才是我们要的，其他不是我们要的，其他只是多的。太香了！你确定会出吗？我确定了，这一盒会出。只是真的吗？对，我们现在只差多少？140，出来，好，投保。那要夹谁？要推得到他的呢？最后面的无所谓，我们去把想办法去拖宽它。哎，
捏在最薄处，宽轮的高度大概这样子，捏在最薄处在这里，可以，绝对撞得到。好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捏得到宽轮。报价。不然就整靠点着点着把它点出来。想尽办法，它要挖到哪有？对，想尽办法一定要挖到，不然。有个脚好像出来了。就只能这样子一直点一点点点，把它点到出来为止。出来，有没有比较出来一点？有出来了，挑个走位，这样子的，直直的，直直的就好，顶住，顶住。有啊，有点出来了啦。哦，真是惊险。进去了。啊，太多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一起下来，卡洞。我们不能扣打，我们不能犹豫。这个是这个也是吗？对，那是捆面。这位置有点困难哎。它直直的这样子。直直的抵在这个点。对对，上去。好，好。推，你再推进去一点。不想动啊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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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自己也好，随便随便都好都好。现在其实我们推一推，不一定等一下他就直接啪就下来。哦，很有可能。换谁？换直接拱自己。啊，随便随便。啊啊，倒倒了哎。不然就这么那一个宽。吃得到都可以。挖出来了，你说挖那个白阵，好，哎，我们这次不能掉以轻心了。这很有机会哦，只要再保这一个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重点是它没有位置啊，它哪里有位置？蝴蝶人上面呢？是吗？哎，知道了，错了。然后这一下，我希望这一下推下去，它都全都下来，这个是最完美的结局。自己下来，就推下去，推那个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就全部都下来了。就是你了，推他们，全部一起下来。哎，这个点会掉啊！赢到。不要动了，直接开挖。好，我们就决定了开挖。好，快了快了，成功！是啊，还卡在那，很累呢，还要再挖一次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耶！我们的目的达到，千辛万苦，千辛万苦，这是不同支呢。对啊，这个我都要。哦，好久没有那么头昏脑胀了。我们的目的原本是蝴蝶人，原本就要打蝴蝶人出来了，就没想到哎，他保夹过竟然过来卡洞，都是这一盒的功劳。嗯，卡蝴蝶不错，值得嘉奖。哎，嘉奖赞赏一下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加这四盒吧。没想到卡这个保夹竟然卡洞，虽然我们一开始想说打很多七八百或一千，直接把一千出把这个出掉也就算了，就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好不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久违的卡洞，公仔卡洞，对，公仔卡洞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